你要往右边切之前要看后面有没有车。妹妹，你真的太好了。真的你。你刚刚差点撞到我哎！你刚刚差点撞到我，你要往右边切之前要看后面有没有车。我知道我站了。那我在注意啊，妹，不好意思。那你应该要让我先过，然后你再切过来啊，因为我是直行啊。然后我刚刚看到你乱丢垃圾，你下次垃圾要自己收起来啦，乱丢垃圾不好啦。哦，你有看到哦？这么明显。妹妹，你真的太好了。真的你。这台，因为我这边很少，很少做欧洲牌的了。嗯？啊？没有在卖了哦。有啊。还、啊、有吗？一大堆啊。很久了呢。这是新的。因为我当保全，我知道这个道理的。太简单了哦。嗯。好啊。这位先生骑着机车要往前走，没想到下一秒一台砂石车无预警回转。关机，停旁边。要弯就弯，你别弄死人。没关系。停旁边。要弯就弯，你别弄死人。